Hello 呀，我现在已经到机场了。这一次呢，我要完成我一个想了很久很久的一次旅行。这一次要去船宿，就是要去船上出海，然后待7天。我现在已经到大兴机场了，这是第一次来大兴机场，终于可以出国啦，好兴奋呀！终于可以出去玩了，正好这次要去潜水。所以，现在我的旅行开始了。现在我们已经到港口了，可以坐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大船。然后我们就出海去公海了。今天的天好蓝呀，现在是早上的，北京时间应该是6点左右，快7点了吧。耶，准备出海喽！我现在已经在水里潜了2潜了。我今天早上6点左右呢就去下水了，上午又是11点多潜水了一次。现在我要准备去，第三潜就是下午3点多，然后还有一潜是晚上6点多钟，就是一天要4潜。刚刚在水里见了好多鱼，见到了很多之前都没有见到的，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觉得很开心。哇塞，一会儿又要去潜水啦！那个船速还是很开心的，这次我的潜水技术有了非常高的飞跃性的突破，因为现在我算是一个比较能够自己完成一项全部潜水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潜水员了。哇哦！现在登山登到了山顶，现在把这些椰子帮我们劈了，就像他们刚从树上摘下来。耶耶！